自己画的吗？自己画的，天然的，天然的，真的吗？真的。现在是像那小孩子，这个是画的，那个是画的，那个是画的。啊，你这线条是天然，这个这头发它就它本来画，你再看啊，可以雕刻这样的，眼镜肯定画的。哪里是蓝的呀？它的五角是高了，反正为什么这样？这是天然的，不是画的。Really？嗯，只是那个脸是画的，就是画这些画的，现在都不画了吧？这样子看，没怎么，不怎么卖。他去这么多天了，他居然变脸条，拿板小的那种。这怎么卖？那个80。那边也有，但是我们还不是 exact same thing。你问一下，你要看到好才问你。那个20块的一个，这个，嗯，对，这个20块钱，大法的便宜。大没图案嘛？哦。图案就贵嘛，就是卖个图案便宜。哦。因为大，你们选听得懂。今天因为没有在，他又拿出来，要明天拿给我，那拿什么？那他就方便一点，然后明天拿一点，就在盒子里包里面，太难了。